由农委会特产试验所台南区农改场甲台湾种苗改进协会合办的农特联合开放日甲种苗节活动，四号闹在顶场。现场有各种蔬菜、水果、十年的新品种研发，以及推广成果等事，吸引民众注目。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畜饲所跟改良场的农畜开放日，还有种苗协会。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农委会许多研发的研究的成果，包括畜产类、包括农产类、包括种苗类，都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借着这个开放日，可以跟民众做一个沟通，这是最好的。而且过去都是单独开放，有时候号召力这个一加一大于二，所以说这次联合开放日，我们已经看到现场万头钻动，人潮汹涌。研究东西要试驾试点的活动，以及农特产品的展售，因此也吸引不少民众到场选买。市长韦德更是亲身来为台湾的农特产品做推荐。市长味道怎么样？市长精神百倍，小鹿乱撞，对，热血沸腾。这次活动展示了畜牧业、净零碳排和农牧循环等研发成果，以及知影的技术以及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性，让人看到农牧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咱的新闻台山陈英雄采访报道。